回到 FGA CYC 这个大家庭，经过一个星期的忙碌，今天你一定要放下一切的重担，专心来仰望上帝。你要相信，只要你敞开心、渴慕神，今天晚上一定能够得到灵里面的更新。加油！在主里没有孤儿，也没有孤独。神不要我们过着孤单的生活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小组。您有小组了吗？小组就像是我们的小家庭，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关怀与照顾，同时也是我们学习成长与付出的好地方。你的组员和组长将与你彼此扶持，走过生活的各个难关，分担哀愁，分享喜乐。若你还没有小组，散会后马上寻找同工领袖，为你安排最适合的小组吧。有兴趣参与舞蹈班的弟兄姐妹，请在散会后到 basement 柜台报名，让你的舞蹈细胞为神绽放神才。正在摩拳擦掌，准备好要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神使用的弟兄姐妹，听好了！目前 FJCYC 的招待团队和赞美敬拜团队正在招募新血哦。加入条件如下：一、必须至少完成101课程；二、得到组长领袖的同意；三、委身于小组及 CYC； 以及四、拥有遵行五根柱子教导的态度。有兴趣参与招待服侍者，请联络倩文和传胜。想加入赞美敬拜团的你，可以在散会后到柜台填写表格，并在明天10月20日和下个星期天10月27日参与面试。探访千人活动继续进行 ，CYC 的勇士们不要松懈哦！持续把上帝的爱以及 CYC 的温暖带给更多新朋友或初信者，使他们在忙碌且充满挑战的生活里感受到你我的关怀吧。大专和执行别忘了，本周日下午2点至4点将是我们第二周的圣经班，让我们装备好自己，成为主的精兵。至于中学小组呢，这个星期继续安排温习小组，以帮助你的组员一起考好成绩，在学校里荣耀耶稣的名字。另外呢，在本周的读经进度已经到了彼得后书1至3章和约翰1书1至5章，让我们继续养成读经的好习惯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
表现出你们的勇气，现在就赶快邀请您的朋友来参与这场紧张又刺激的营会吧。有多刺激呢？来了你就知道，如果你敢接受这场挑战的话，今天晚上就报名吧。预祝 CYC 九岁生日快乐！下个星期将是我们这个所爱的大家庭的周年欢庆会，鼓励各位弟兄姐妹邀请您的亲朋戚友一同的来参与这场特别崇拜。同时呢，现场将为大家爆笑上你 CYC 72家房客的怀旧剧，一场您将不想错过的盛会正在等着您哦。那今天晚上的资讯就到这里，好好享受今晚的聚会，拜。